来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早上大家好。咱这届是第66届的法律学院的学员。恁来上课，我相信要来上课以前啊，一定有拄到足侪问题。台湾的问题啊，非常的复杂，什么款的讲法拢有，要统一的。要独立的，主要是分作这两种。咱台湾民政府无要统一，嘛无要独立。咱是讲爱照法律，予咱台湾等于国际地位的正常化。原来什么地位，你都爱予台湾恢复什么款的地位？这是咱台湾民政府所主张的。啊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？那也不爱讲，甲叫做台湾军政府，叫一个台湾民政府，这是安怎？因为你爱知影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无？来，有参加的举手。啊，无参加的举手。你拢安尼啊？你那上到今日已经第三天了，你还搁伫台湾无参加？你的老爸老母，你走美利教的空袭有啊无？你有听到这个代志？举手，走美利教的，哦，你在走，迄不是参加，不是啥？啊，无人无代无志，甲你用美利教甲你轰炸。台湾有参加，啊来，啊台湾建言建书，建言举手，建书的举手，啊台湾建书，啊我请问你，啊建书哪有光复节？哦，你即马知影无光复节啦？对吧？但是你已经细汉，敢知影无讲个只？你唔知呢，我嘛唔知呢。我足够读册啊！以前读建中个时阵，讲个只，还佫伫台北市，佫行几下去，甚物人万岁万岁迄呢？甚物消灭共匪？台湾人68年来，为头到尾个教育拢种错误个。建书甲你讲有讲个只，甲你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啊！你台湾人举手，你是台湾人，在做台湾人。啊，大家拢会晓举手呢。但是你提出证明来我看，我都会晓讲台语啊。啊，我生伫遮啊，这种也毋是叫做台湾人啦。你提你的身份证出来，你的身份证写啥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？你敢来当证明讲你是中国人？你毋是台湾人啦？喂，这严重呢！你相信你即马等于找你边仔遐哦，遐一挂腿仔面呢，足侪个。你敢来用这句话甲问到？你台湾人是中国人？伊讲伊台湾人，你提出证明来。什么人我都提证明来，无嘛？是咱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判决以后，提了5点。然后，美国国防部才甲咱讲 ，OK。因同意予咱照战争法成立，向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家己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其实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不是叫台湾民政府啦，叫做啥？听清楚哦，台湾群岛美国军政府，这才是正正刚刚台湾民政府的名称呢。但我来跟你讲哦，伫外口你讲台湾群岛、台湾群岛。美国军政府，我相信台湾人无人听有啦。啊，我若讲台湾民政府，大家泼泼，会讲嗯，安尼敢那听有意思。所以基本上台湾民政府是啥物物件？是军属政府呢。所以有的人讲哦，啊，你台湾民政府奈不爱选举，军政府无你选举的，军属命令，就是要叫你做啥物嘛？军事上的指示就是你迄个命令，所以没有选举。台湾民政府之内没有选举，台湾民政府若要做什么代志，请告美国。美国国防部、美国军政府跟你讲：哦，你爱做什么代志，你就做什么代志。你伫这个现主席的阶段内底啊，你无法度做什么代志。所以你看马英九、中华民国、美国若讲做啥，伊敢不敢甲反对？唔敢。
阿扁啊，当时就是去打着红线，要共宣布独立，所以今日才凄惨嘛。所以有真济代志，大家都唔知影。你看美国，常常拢对台湾下指导棋，伊拢甲你讲啥？台湾不可以怎么样？台湾不可以台独，台湾不可以加入国际组织，台湾不可以加入联合国，台湾袂使啥？从来美国唔敢甲你讲台湾可以怎么样，将来伊冇甲你讲过。对咱的困境，我们的困境。自从过了美国以后，2006年十月二十过美国，我相信今恁这上课啊，有足济这老师拢来恁讲。美国要求咱爱训练4000名国务人员要接种健款，啊有人推阿面呢，啊我乃拢无听着，我哪有可以听着要创啥？足简单的嘛，你甲看，2010年九月七八。美国甲咱开酒会，伫世纪饭店。今年九月七五，美国时间九月七五下午6点到8点，台湾时间九月七六的上午8点，6点到8点。咱用现场实况转播，你有看无？有看下手？大部分拢无看，无要紧，恁等伊吼，去咱的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卖啊。美国官方90几个人来参加，您当时捌看到美国官方90几个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啊酒会？无呢？咱行的是法律，所以法律，美国莫讲美国啦，全世界拢同款，中国嘛同款，伊拢知影啥？法律的物件。无法度对抗，什么叫做法律？国际法啊，国际法内底物件对一个国际法，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，你日本时代幕府将军啊，变成明治维新的时阵啊，有一个叫做坂本龙马，萨卡啊，那个坂本啊，那个萨卡摩多六嘛，坂本龙马，伊就是大型主张。甲日本的幕府，甲日本的天皇建议，伊讲，若要防止美国的侵略，伊有黑船事件，就要安怎？伊讲就要实施万国公法。其实，迄当阵日本的实施万国公法比中国慢半年。中国因为实施万国公法，迄当有叫葡萄牙的军舰啊，侵犯着中国的渔船啊，有可以赔。啊！万国公法在黑船事件的时候阻止了美国来侵略日本。所以各位，今日无想讲这么多年以后，咱台湾民政府主张用战争法甲万国公法来阻止中国来占领台湾，阻止美国爱如今将台湾恢复国际地位，所以。咱这个组织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当局唔敢甲咱安怎？恁会当看，为2006年十月二日过美国到今日7年啊啦，所有干部大家拢好势好势，但是我爱讲，咱这个组织是包括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台独派，一直想要甲咱。渗透在咱的内底一些组织，但是咱美国甲咱要求爱公开，所以咱的上课拢总公开，咱的做啥物代志拢公开，咱无秘密行动。当时咱无甲人扣钱，我们没有募款。在座你有募款，和台湾民进会请你举手，啊无会请你举手，拢无嘛，拢无嘛，对不对？咱拢无甲你募款，因为咱要遵守万国公法。唔是讲你出钱就会当救台湾啦 ，no， 你过去出足侪钱啦，学台独的啦，对不对？那叫你游行，你就去游行，游行敢唔是？卡是惊到要断去啊，敢有效？无效啊！你甲中华民国抗议有效无？无效啊！是安那？因为真真正正有权占领台湾的，唔是中华民国，是美国的。旧金山和平条23条足清楚啊，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权国嘛。所以要找头家就是美国嘛，找头，所以我
咱拢找头家，找美国。所以咱甲美国讲，咱即马美国讲去训练四天嘛，伊讲毛利咧。当年单于1945年来台湾占领的时阵啊，伊带1000名中国人。所以是安怎？迄1000名中国人演变到台湾的政治啊，那中国人拢比咱敢若比咱较大，伊无读册嘛比你较大。伫公家机关，若要升的，拢是伊代升。你台湾人绝对是伫下骹啦。即马现主席甲马英九甲王金平同款啊。王金平台湾人，伊偷偷互你台湾人爬起来。卖妄想啊！台湾人唔通去选举啦！我甲你讲，啊，有人讲啊，卖选举是拢互国民党调的。来，你听我清楚，中国国民党，看到知影迄中国对不对？啊，民进党是啥物？啥物党？民进党是安怎成立的？1985年，1986年，诶，即个5月23日，美国的众议会通过讲，叫蒋经国开放东京，所以1986年9月28日。是长年嘛？好，民进党伫燕山成立，名叫做民主进步党，但是头前阁还有四字啦，中华民国。伊党章第一条写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死啊啦！你选啥物拢共款啦？你选啊，中国国民党，中国啊，中华民国国民党，中华民国民进党嘛是中国。甚至我跟你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天伊讲啊，我改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要改名，改名叫做什么？中华民国。啊，中华民国国改名叫做啥？中国，简称拢叫做中国了。所以台湾人伫邓英啊是邓个中国呢。所以台湾人家己邓英啊，家己伫塑你阿妈棍，家己塑好死。全世界无人讲选举，比选举的人这样摕30块。但中华民国这一道有呢，到全世界无呢，但中华民国摕一有呢。啊，政党会当摕50块，所以你叫因人卖选哦，很困难。所以咱去上哦，当然困难。咱到今日为止啊，咱的初级班啊是3567个。高级班是2507个，而且4000个，还佫差1500个。实讲听啊真听呢，因为台湾人哦，毋是干咱共产党伫甲咱救，国民党嘛你甲你救后卡，民进党嘛甲你救，台独嘛甲你救，爱要甲你救，拢用甚物理由？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，想想看着鬼个，啊要甲你诈骗甚物物件？他拄仔我甲问互恁家己看，将来无甲恁提过1角银啊？有，恁的身份证1000块对不对？身份证1000块是美国做的，唔是咱做的呢。还有晶片的呢，这边咱有32个人去美国，迄个9月7日，因去一礼拜，恁何以家己去讲？所有的单位拢接受咱的身份证啊，去国会，去国务院。啊，这机场拢总接受咱的迄张身份证呢，还有晶片的呢，还是美国的国安局替咱做的呢。所以讲伊巧的永远是巧，但是戆的戆腿啊，嘛是永远嘛两个戆腿。迄他个转袂过来，台湾都要独立。恁上课上真济啊，我阁问恁一个代志，来目睭开开啦，卖乌白看，卖讲别人意见。举手，你要举手。较迄落来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位举手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台湾，再讲一摆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位举手。你敢不敢讲对的？好，啊，我阁问你，国宾饭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对位举手。拢无。你听有嘛？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，绝对唔对嘛？你就无所有权证，你找袂出来。啊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，我请问台湾的所有权证，到底伫你的手头？啊，那无你哪张讲台湾是你的？为什么是你的？啊，台湾上个咩？上个就简单嘞嘛。
什么有权利来决定台湾这块土地主权？迄两个嘛，什么人有权利？大清帝国的大皇帝甲戊战争以后失败，替台湾去赔人。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皇帝签契约，皇帝对皇帝是皇帝有权呐、啊，主权是谁遐？即马伫日本天皇遐嘛，伊挂予人啊，足清楚的，敢毋是？日本天皇摕到以后，甲今日敢有受到处分？无呢？古今山和平条第二条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皇帝有所有权，但是伊将这个皇帝将这個所有权交予政府，叫做管辖权。啊，政府有管辖权，啊，皇帝有主权，皇帝主权到今日为止无受到处分呢。所以咱台湾若要真正要行什么路，真正讲，予你想要独立啦，还是要建立家己国家啦，还是要？成为一个中立国啦，一定爱什么人同意？日本天皇啊，你头家无同意，大家讲安有简单无？足简单的啦，但是台湾人想六十八年也想无呢。迄国际法，迄朴素杀你乌白母啊，是哪？因为无读战争法，你用战争法将这代志甲讲，啊，就足清楚啊。所以我要求各位，你伫遮上课三天，安尼就捌捌啦，无可能啦。你爱买那本《新台湾论》，《新台湾论》内底所有的、所有的有问题，拢伫《新台湾论》内底。我唔是讲那本册是我写，所以我讲叫你爱买，因为这是恁上课，恁有对接的权利。这本吼、哦、遮大本啊，你唔通摕转来吼，你无要读，你都爱读只，叫你买才有意思啦。所有的问题。人若你甲你考的时阵啊，你安那，你去变，绝对有，绝对有答案。我是当刚讲一句话，四五年来，伫全世界，我有向全世界公布，你若有法度将我所讲的这些论述打倒的，安尼我就停，所以代志我拢卖办。四五年来，没有人能够把我的论述打倒，含美国即满都爱来找咱，美国国防部嘛上。现在国防部、国安局，做国务院，这三个单位都有在参加 ，CIA 都有在参加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能小看这本书啦！你来上课，你真正要读法律，而且你上课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共同来救台湾。所以你的时间呢，还有后礼拜你要参加高级班，因为高级班在那个位阶上面啊。会比较高了，所以我甲各位讲了哈，高级班是下个礼拜了，当然高级班的上课的内容不太一样啊，所以呢，这点我各位哈，会当来了解。啊，今日的第三天哦，照美国政府的规定，今日呢，我会代表美国政府送给你一面美国国旗，大面的，大的国旗，就你怎么看到这种大旗？美国要求。你袂上用德国，将伊国旗甲伊挂起来。你爱用啥？旗杆呐、啊？啥袂当用德国？人美国人伊嘛知影，伊讲吼，恁台湾人讲德国到菜刀，啊，你定啊菜刀甲我美国旗混做位，所以不可以。这个旗杆吼、哦，这伫厝个有诶免买啦，厝个无诶人吼、哦，啊，这有老鹰啦，有一只老鹰吼、哦，这是为罗马时代啊。就开始有诶，美国诶内政部吼，拢是这只老鹰。伊在滴游行哦，你也看影大。游行的时候，一定这只老鹰做代先，啊，啊那干呐买老鹰头也可以啦。迄一粒干呐是100块，加不会啊，无要紧啊，不高级班，高级班先加不会。啊，这吼、哦，这是旗杆是30诶，哈、啊，这30，30这偌济？含老鹰嘛？啊，那无老鹰是？300，啊，有老鹰是400嘞。我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我即摆爱代表美国政府吼发这个做旗啊，互你。啊，歹势吼，台湾民政的旗啊吼，恁来家己买，我无钱。咱真正，你唔通看呢，咱这干部吼，拢是出钱家己来呢。这是农场，你交的6000块加10000块，其实是拢爱10000块啦。这是民宿啦，食饭食10顿。
啊，困三暗，所有设备拢从人农场设的，民宿附近可能是应当的，天公地道啦。吼、哦，你唔通想讲迄个钱送给你摕，无人给你摕啦。啊，你话想你民宿啊，你去问看卖啊。所以呢，有人咧甲恁攻击啦，哦啊，收什么六千，收什么一万？我讲吼、哦，你卖讲收六千，收一万啦、啊。你外口社会，那要学什么物件哦？迄种收几啊万啦、啊？这是人迄、那个。头家吼，农庄的头家吼，伊嘛是真爱台湾啊。迄种即个即栋哦，卡做即款咱的教室，喂，迄是无简单的，换做你就好啦。啊，毋是有一人在你讲，啊，做伊嘛要来训练，爱去训练看看咪啊？有啥物人愿意提供伊的厝，卡卡来做教室，无迄款人啦。啊，啊，这是话讲起一个做惭愧。啊，下晡呢，下晡迄个啊做，我下晡还佫一节最后啦吼。啊，今即卖咧要发这个机啊，各位，啊，那为咱社会这边，哈、哦，弄社会这边，好不好？来，为下来排队。Thank you.
迄、那个今日吼，好，等下迄、那个三点半吼，一定要翕相嘿，我甲各位讲一下吼。三点半你一定要拍照，你的行李吼，卖急别讲马上要整理，你就不能是去整理哦。三点半你翕相，一分钟、两分钟就解决啦，哈。啊，你要坐去坐高铁啊，啥有迄个啊，做计程车伫边啊伫等，哈。啊，四个人一组，四个人一组，安尼较俗啦，哈。啊，要即个做去高铁吼，还是要去啊做代替吼？安尼四个人坐一架车吼，安尼大家平均分担吼，安尼较轻，较轻啦，负担较轻。啊，即摆呢，各上课时间还够五分钟。啊，即摆我就讲下这个所在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下课休困五分钟吼，谢谢。